花旗章抵达现场，两车两人拍正在我隔离。2020年的1月 Hello, 21号星期二上午9点半在来到流水响，因为31年老友花旗章说要来我故乡看落雨虫，那他教我这么多东西当然没问题啦。又来到流水响水塘，山明水秀。咁我阵间咧就会上山绕绕嘅山径咧，就去落翻去学斗水塘，再翻去攞车。嗱，呢个落雨虫咧都仲算系 keep 到，仍然系流水响水塘。嗱，啲落雨虫咧都 OK 噶，远睇系浅色，埋到去都靓噶。当然啦，上个月嚟就更好。好开心啦！有一班年青人咧，咁喺度玩游戏啊！咁咧，我哋香港嘅未来啊！咁咧就环境都优美嘅，啊，欢乐嘅笑声，咁都仲有啲落雨虫噶噃，几靓下噶噃，见唔见啊？咁咧，我上咗山腰，居高临下。就望下呢個流水響水塘同埋落雨蟲啊！都係流水響，好多年青人啊玩緊遊戲喺嗰個落雨蟲嗰度。